主要咧就係叫做做一啲歐洲名牌嘅代購同埋銷售咁樣啦。哦 ，OK。咁亦都有啲服務就係其他，譬如專櫃冇嘅，就係我哋會幫佢回收啦，咁可以俾你更換啦。咁同埋佢有啲係即係本地揾唔到嘅，我哋幫佢喺歐洲代購翻嚟，咁就會比澳門嗰、那個。嗰、那個售價平好多咁樣。哦，理解理解，即係都有啲人，譬如即係之前俾人哋送咗俾佢，自己買好耐又唔用嘅咁樣，佢一段時間即係想折翻現嘅，咁我都會有呢個服務咯，即係會幫佢回收嚇。明白。第一件事就是我嗰啲勞工翻唔到工啦，因為落唔到嚟啊嘛，一落係放個關，麻煩要隔離，咁就變咗冇咗人翻工咧，就影響啲有嘅，變咗自己要暴住喺度咯。咁跟住就係你冇咗遊客，你澳門講真啦，你都係靠遊客生意㗎啦。係當然啦。你全世界如果封關嘅話，你睇下啲賭場嗰個情形啊，真係比我哋嗰個慘烈得好多，更多。哦，係如果做到本地生意都還好，但係賭場就可能。係啊，佢哋嗰啲如果淨係靠澳門人生意係一定係唔夠㗎，一定要有遊客生意先得㗎。我哋而家咁樣嘅情形喺市中心開，因為呢度租都貴㗎嘛。係當然。都係要靠啲遊客咯。如果冇遊客，我哋真係個生意會跌得大概幾多度咧？跌咗。哇！我諗啊，80-90%，而家我都係叫做，因為我以前做開有網上有啲客嘅，哦 ，OK， 咁都就 website 嗰度就幫補楞住，咁就唔係話淨係靠遊客咯。澳門做得幾好喎，如果相比其他地區嚟講，佢真係捉到嗰個一國兩制嗰個重點，就係你自己係一個自己施政嘅地方，你可以決定你俾邊個人唔俾邊個人，即係封關封得快咯。是我應該澳門嚟講，這個政府應該可以比其他政府作為一個典範，你真的要學校澳門政府做得挺好，我覺得。其實是有幫助的，那你說是不是真的可以解決到那個深層次的、那個需要，就未講到那麼深入咯，但是基本面嚟講是幫到的、okay. 但是這個疫情可以會維持的，沒人知道的嘛。我覺得澳門是一塊福地，因為我本身都是澳門出世的。哦，理解。即是很大很外圍，就算是怎樣亂啊，有什麼戰亂啊，那其實澳門這個地方呢，這麼多百年來講呢，因為它本身沒有軍事嘛，都是一個叫休閒城市和這個形式經濟形式出現呢，那就變了比其他那些外圍那些糾紛呢就不會那麼關注這個地方呢，其實是一個休養生息的城市的，我覺得澳門人是很有福的，是就是這樣。我想給澳門人說呢，就是這個即暫時的混亂過了之後呢，澳門一定會是更加精神上的。